我从哪里来？我的古典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。今天呢，我要唱一首歌，那就是张栋梁的《爸爸妈妈》。这首歌呢，作词作曲都是由一位马来西亚的歌手，就是张杰龙。哦，他的之前的名字叫做张哲，或者叫做张哲长，如果没有错的话啦。然后呢？现在这个影片呢，看到有两只猫嘛，哦，在路边那个走廊那里睡觉，哦，休息。那么刚好另外一只猫在喂奶，那么我就把它拍下来。然后另外一个影片呢，就是看到有一只猫在那个走廊那里哦休息，那么我也把它拍下来了。这个是在今年呢，2022年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呈现给大家。希望恨不得快点长大，全家父母都这般期盼着我们啊，我们已健康成长。看来气得父母想明白谁呀，挺急得要想回家看看爸爸和妈妈，简单的一顿饭他们也开心很久啊，随便聊一些话或随意待在家，父母的伟大时常不要求我们报答，生活的压力真的，爸爸多苦也撑起了一个家，我的一点点挫败，所以经常让人微不足道啊，请给我多一点时间证明给你们看，请原谅我的能力有限，再要努力啊，偶尔我没回家或工作到天亮，偶尔你慰问的电话让我充满力量，请给我多一点时间证明给你们看，请原谅我的能力有限，再要努力啊，偶尔我没回家或工作到天亮，偶尔你慰问的电话让我充满力量，请记得要常回家看看爸爸和妈妈，简单的一顿饭他们也开心很久啊，随便聊一些话或随意待在家，父母的伟大时常不要求我们报答，父母的伟大穷我一生也难以报答，我们要把握时光来疼爱爸爸妈妈。这首歌献给我亲爱的家人，也献给所有伟大的爸爸妈妈。阿爸阿妈，阿爸阿妈，老伯老母，老伯老母，老伯老母。全家父母都这般期盼着我们啊，
爸爸，喂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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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